八。在2007年，刘翔在大阪创造了第九道。总局局长肖天先生为刘翔来颁发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说再见。十几年来，跨栏成就了我的梦想，也给予了我无数的快乐和荣耀。我也努力把最好的自己表现给大家。人生总有高峰和低谷，在顺境中不失自我，不忘初心，在逆境时更能经得起考验，勇于挑战梦想，敢于去做。你们的关心、理解和鼓励让我感动、感激并感恩。今天面对支持我的朋友们，面对跑道，面对栏架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在我个人职业运动生涯中碰到过困难、挫折和对手时，我从来没有退缩过、逃避过、害怕过。始终尽我所能去努力、去挑战、去拼搏。今天参加男子110米栏的运动员都留下跟刘翔一起绕场一周，是中国田径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得到如此高度认定，然后有这样一个退役。He's a great guy, a great individual on the track. He'll be a great ambassador off the track as well.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感谢他今天。by saying farewell. It's sad to see him go, but I'm very excited and happy that I got the chance to meet him and run against him. It was a big honor for me. 一次次的成绩，一次次的辉煌，刘翔所说的面对困难，面对挫折，永不放弃，从不惧怕的那份内心的执着与倔强。